我们今天分享一下耶稣的马窦福音当中谴责那些看过他行许多奇迹的这些城镇。其实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耶稣谴责他们，就如同现在所说要诅咒，遭遇诅咒，谁也害怕遭遇诅咒。而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去谴责他们呢？其实用我们一句最土的话来说，那叫恨铁不成钢，巴不得他们自己真实的能够结出相称的果实。所以耶稣说克拉扎因、贝特塞达应该悔改，结出相称的果实。我们看到耶稣其实并不是想要诅咒他们，当耶稣派遣门徒们出去传扬福音的时候，还向他们说只可祝福不可诅咒。为什么在今天的读经当中耶稣却谴责他们呢？耶稣谴责他们领受了很多却没有结出相称的果实。这在前几年的时候，因着阅读今天的读经，我听到了一些教友们是这样反省的，说哎呀，开说起来我们以后不能听道理了，我们听道理知道的多了，将来结不出果实，天主审判我们，我们该怎么样的去交代呢？倒不如我们自己不听不看，免得我们自己将来受罚。这个观点到底是正确还是错误的呢？因为还有一句俗语说不智者无罪。哎，我不知道了，在物质当中所有的这一切，天主将来不会怪罪我的。其实仍然我们处在一种物质的状态当中，因为不智者真的无罪，难道不会因为自己所犯的这些受到损失，受到谴责吗？你看这一晃就30多年了，神父那地方呢经历了一个真实的事情，那就是说在一个家庭当中呢，他的孩子那个时候的是8岁，有一天他的弟弟，也就是说他嫁到这个村里边嫁入我们村里边，嫁到我们村里边了，他的弟弟来了，要求去买点椽木买两根就是说梁，要建筑房屋。而我们村里边的地方呢有一个专业的树井井，就是说交流货物的时候一个比较懂行的愿意管事的人。其实离得不远，他姐姐着急的要去干活，因为地刚刚担干了，就是80几年的时候地刚刚担干了，出去要是喷农药的时候要有季节性，因为那个时候有要喷灭花的时候要喷那个幼虫，一般的最好的时机呢是在上午8点钟到10点钟这个阶段呢，幼虫还没有被太阳烘烤，它不会跑到叶面下边，所以这个机会呢是最容易打农药的时候。他弟弟早早都来了而他姐姐呢着急的要去喷药，可是他弟弟来着打发不出门，没别的办法，他弟弟他哥哥姐姐呢领着弟弟浸泡着找到这个买书的进去了，回到家里边却遇到了一件令人一辈的后悔的事情。因为他临走的时候在院落里边有一个方桌形式，他放着喷雾器，放着农药，还放着一碗水，开水。他想着哎呀，我临走要倒上一碗水喝一喝，当然过去没有那些什么这样的水杯啊那样的，没有，过去没有那么优越的条件。当他走到村口的时候，另一个跟他隔辈去打农药的就
大声地呼喊说，快点儿，再不去了，完了以后又冲着跑到岩面下边了，咱们得快点去。他着急跑回去，背上喷雾器，走的时候扭头看见了一碗水啊，拿起来咕咚咕咚的喝，喝下去了，感觉到味儿不对，就问他的姑娘，他那个姑娘八岁了啊，说晃晃，那、啊、你给做什么呢？他说我没做什么呀，因为他那个孩子他有八岁，他就跟那个做家家的一样，这个水往碗里边的水倒那个碗里，那个碗里边倒这个碗里，他把农药呢也倒到这个水里边，所以说他妈妈呢真的喝的是一碗农药的水。那时候条件不允许，最高级的是说拖拉机，所以开着拖拉机抢救他妈妈县城去了，已经不收留了，只能够到市区。然而从县城往市区走的时候就抢救不过来，他的妈妈去世了。那么这件事情呢，你说这个八岁的孩子知道不知道说农药喝下去以后犯了杀人罪，要判他的刑罚呢？肯定不会的。那么他自己会不会承担这些罪罚呢？当他有一天长大了，有了理智了，分析清楚了，才知道是自己亲手杀死了自己的母亲，再也没有母爱了。那么作为我们自己想一想，这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典故，不管我们听明白没有听明白，该知道的时候必须知道。如果我们自己该知道的不知道，就是抱着一个侥幸的心理，哦，不知者无罪啊，我少知道一点，将来都不会受审判。错误的啊，真的错误的。就如同现在一样，我们为了我们自己能够拥有健康，我们吃什么呀，我们要研究研究啊，什么对我们的身体有健康有益处，我们自己才会采用它，才会花钱买它，同样也是一样的。所以在今天耶稣谴责说祸在你们克拉扎因啊，贝特塞达，你们是有祸的，因为你们自己看到了，也知道了，却不知道悔改。我们今天应该想一想，难道耶稣真的愿意诅咒吗？一个为父亲的真的诅咒自己的孩子吗？他那个是一种急迫的生气赌气的时候那种语气。所以我们今天应该看到耶稣所说的克拉扎因也好，贝特塞达也好，难道真的就是那个地方的人吗？其实这是有概念性的，他光是指着这，不光是指着这一个地方的人，而是指着这一代的人。就如同我们上一个星期的时候我们听到了耶路撒冷女子、西庸女子，难道真的就是指着耶路撒冷女子跟西庸的女子吗？是指着整个的天主的算命，是指着整个的以色列子民，说你们欢呼踊跃吧，让他们自己欢呼踊跃，是邀请他们赞美天主。同样耶稣今天指着克拉扎因也好，贝特塞达也好，也是指着这一代的人，让他们自己要反省一下。如果你们如果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看到耶稣清楚的像我们所说的如果这些事情发生在提洛和基东，他们早已经披上枯衣，头上撒灰，做布书了。作为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身为天主的儿女，我们成为地上的盐，成为灯台上的灯，在这个自私败坏的时代当中，我们却随着潮流去生活，活得如同一个没有信仰的人。其实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现象呢？如果我们自己有了机会，灵洗的时候教会告诉我们，借着洗礼我们的名字已经被登录在生命册上了，
已经被登录在天上了，将来被称为说天主的儿女，享受天国的产业。可是将来呢？耶稣却说，去吧，我不认识你。那些人说，主啊，我们不是因着你的命参与过弥撒呀，领圣体呀，写奇迹呀，说预言呀。耶稣说，去吧，我不认识你。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审判呢？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读经当中看到耶稣谴责克拉扎因和贝泰塞达，也如同在说我们，当然不是说指着我们包头人呐、乌合人呐、临河人呐，不是的，而是指着单独的我们。你比如说李保禄呀、海多摩呀，甚至王玛利亚呀，你们是有祸的。你敢不敢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有没有震惊呢？应该指着把这句话放在我身上。耶稣说我是有祸的，为什么呢？因为我领了洗，因为我有机会认识圣经，因为我有机会呢能够天天的陪伴着天主的生命之眼，而我没有结出这些圣善的果实。我将来是有祸的呢，还是有福的呢？让耶稣的这样的经句来警戒我们，让我们自己闪过此生。因为你看，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才能够活多大岁数呢？萌萌刚来的时候，你看看那时候还上学，现在呢当爸爸，真的一眨把眼。所以我们自己真的不知道我们自己在这个短暂的时间当中如何结出这些圣善的果实。要想结出圣善的果实，我们脚有家庭，离开了祈祷，离开了阅读圣经，就等于说我们把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篱笆给拆除了，就如同那个玻璃栈道一样，天空之中的玻璃栈道，没有两边的那个防护网，我们从那上边走路的时候真的恐惧害怕。所以有了祈祷，有了天主的圣言，能够帮助我们顺利的通过人生的种种考验，达到我们自己的得救。到时候耶稣说，我父所祝福的人，你们来吧，来承受自从创世以来给你们预备的国度。那是多么荣耀的事情呢？所以让我们在今天，耶稣在审判的日子提到的提洛和基东和索多玛，让我们自己去做一个反省。索多玛被称为是罪恶之城。如果耶稣所写的这些奇迹，现在索多玛现在仍然还能够存在，那么为什么现在这个地球上给了我们最大的一个证据，唯一的死海？因为这个死海是什么呢？它是地狱海平面的，智慧索取不会浮出。那水呢约旦河的水流到里边了，那是生命之水呀不管在那个地方，不管幼发拉底也好，或者是底格尼河也好，他们所有的这些水呢注入在死海当中，死海呢不会去它要是高出别的地方，浇灌其他的地方，水流动了都成了活的。可是因为他自己置之所取，自私的索取，最后呢一个生物都不存在。并且现在科学家考古学家都在告诉我们，圣经上记述的都是真实的。当我们知道死海存在的真正含义的时候，那都是天主给我们后世世世代代的人一个最大的境界。你知道死海存在的原因为什么呢？那是罪恶之城的证据。所以希望我们不要活在自私当中，置之索取你给我这，你只想让别人为我们自己服务，却不知道我们为别人服务，却不知道宽恕，却不知道包容，却不知道接纳，却不能够活出福音精神，活出耶稣门徒的精神，那将是可悲的。真的让我们自己好好的静下心来想一想。